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信仰的飞但我们从不曾忘记。为了新中国，前进。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这是我向往的中国，出奇兵，陛下照耀前中国。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敬奔腾的时代。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开启时代之声，聆听百年乐章中的凯歌嘹亮，凝聚百年风云中的国人记忆，诉说百年征程中的中国故事，去感受一部部经典作品背后的时代力量。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恣以乐其无涯之声。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语送去振奋人心的力量，是他们用深情的呐喊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那今天啊，现场我们也请到了现代京剧《李大钊》当中的主演，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张建峰，欢迎张建峰。给我们观众介绍介绍，当时是什么缘由和李大钊这样子一个形象，或者说和这么一个剧本结缘的呢？渊源很长，我从2017年说起。2017年是我们北京剧院帮助咱们的北京市京昆艺术团一个民营团，当时他们有一个本子叫《大钊先生》，想让我演，我说那可能就是京剧院说那就支持一下。但是我们接到本子之后，就会首先要看了很多大钊先生的照片。很多就有一点视频的一些资料，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章，什么青春啊什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钊先生就义的时候就是也不到38岁，就是38岁那年龄。2017年的时候，我正好我也是38岁，哦，都是38岁。可是
我们像我们在新时代，大钊先生是为了中国民族，为了人民在寻找信仰、寻找出路的时候，就那种感觉。演完之后呢，后来经过四五年的沉淀，2020年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北京院排李大钊全新的作品，全新的作品。当时疫情期间，说实话也是不让聚集啊。可是我们李大钊剧组加上交响乐团有100多人，所以说也是戴着口罩，也是防疫啊，很多很多，克服了很多困难吧。重新把李大钊就呈现在这个京剧舞台上。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啊。那您刚才也介绍了，说您在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正好是同龄人，当时的同龄人，都是将近38岁。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触动是什么？李大钊先生就是这种现代戏这种题材啊，怎么塑造出来怎么像，我觉得不能光是学他的皮毛，你要从他的灵魂深处走。就比如说大钊先生他们在给青年学子讲授现在的当下的中国，动荡的中国怎么办，说民粹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各个主义，什么主义才能把咱们人民对咱们团结起来，对，团结起来才能拯救水火当中人民，都连吃的都没有怎么办。而且还有就是本来就是咱们是那个时候是战胜国，可是呢还要把青岛割让给日本，就那是大家最忍受不了的那种屈辱感，怎么办？他说已经推翻了清政府了，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行？剧组里的每一个演员也是那种从眼神当中也是啪使劲拍桌子，就那种气氛，发自内心气氛上，对，怎么办？10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说这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然后给青年们那种传播。还有就是大钊先生啊，李大钊好像看到了现在就是大屏幕上出现了咱们中国共产党9000万党员，从一粒火种一颗星，从那么困难的时候走到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党，就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大钊先生肯定也是会欣慰的。我刚才看到您在舞台上的这些剧照哈，好像跟本人从造型上形象上差异很大。那为了这样一个角色，除了刚才您说的内心上面的一种体会，有那种民族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在造型上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揣摩像李大钊同志的那样子的一个人物去贴近呢？首先戏曲也好，影视剧也好，说老先生我们讲就是像不像三分样，你必须得像。所以说我首先呢，作为现代人也好，说献不了头颅献秀发，我说先把我的头发弄成那种剃的老式的大平头，戴上眼镜之后，等沾上胡子之后，穿上大褂，再拿着新青年，再拿着北京市民宣言，再跟青年学子们团结起来，那个时候的感觉好像就找到了一种感觉，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找到一个契合的点。对对对，刚才您提到了说北大红楼，那是曾经李大钊同志工作过的地方。通过排演这出戏呢，结识了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李大钊先生的一些朋友。下面我想请出北京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刘静同志，给大家讲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好，来，我们掌声欢迎刘静同志。好。欢迎刘主任。那今天刘主任来到这儿，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李大钊同志好吗？好的，我们可以先看一张图。看到这个图片，您会想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是以1915年这个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这个图片中间的这张图片为起点的。那么《青年杂志》在1916年的时候又改名为《新青年》，那就是2卷1号开始，李大钊呢就积极参与了《新青年》的这个撰稿工作，在2卷1号他就发表了著名的文章《青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图片是《新青年》的第6卷第5号，这一期呢是由李大钊主编的，并且他在里边撰写了著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他把这一卷呢编成了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我们可以从封面上的这些标题
就能看到里边很多都是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文章。所以呢，李大钊是以《新青年》为平台，他不仅这个撰写文章，发表了这些，他对于这个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的一些研究，他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编辑之一，亲自来编辑主持了这个《新青年》的这个编辑工作，就为他这个更深入的传播这个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说到《新青年》这个刊物，可以说是当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对，我们也知道李大钊同志呢生前的图片影像资料非常的少，那今天我们也找到了唯一的一个影像资料，咱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好吗？请看，这是1924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演讲的那个视频，因为条件限制没有声音，但是我们能从画面上看到李大钊这个激情澎湃的演讲。因为在他的学生朱务善的一个回忆中曾经说过，李大钊在演讲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是呢非常的有亲和力和自信。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频的一些文字记录可以知道，他不光是在中国向国人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他也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向世界来介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这也是他向世界来就是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像刘主任刚才介绍到的，我们的李大钊同志可以说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不仅用演讲这种方式来鼓舞国人，更重要一点就是他用他的笔杆子记录下来。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是专门形容他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这两句其实是明朝的杨继盛的一个诗句改的，原文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哦，然后一字之差。对，李大钊把这个辣手改成了妙手，一方面是他对这个体现他对这个文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看法，而且他也是为了体现自己能够就是肩负这个民族的重任，然后来向大家更好的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刚才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哈，其实今天我知道您还带了一张图片，对，那咱们也再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讲的是什么故事啊？请看。哦，这就是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工作过的办公室。1918年的时候，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大概2年。左右，然后又改为了教授，但是这个办公室他一直工作到了1922年。对，然后他以这个北大红楼为阵地，在这儿宣传那个马克思主义，向广大的青年还有这个社会上来就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并且通过这个图书馆引进的这些新书，其中包括了很多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籍，每次有新书的时候他都会介绍给这些青年学生们。然后呢他也在北大兼上一些像唯物史观呀、社会主义史这些课程，来介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经典的原理。这是他在这个红楼时期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李大钊同志是最早一批在中国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子。对对对对，他应该说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那我想问问您，现在是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分享研究？我主要是做一些文物资料这个保管和研究的工作。一个是这个北大红楼，它本身是1961年就评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呢这个李大钊的办公室就在红楼里面，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旧址复原的时候也会对它进行一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那您是如何去把马克思主义推广给大家，让大家觉得，让我们尤其是年轻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离我们那么遥远？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大红楼是李大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阵地，就是把他这个办公室从最早的1950年，因为这个
北京大学为了纪念李大钊和这个五四运动，开始做了这个旧址复原，一直到63年的时候，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对这个旧址又进行了一些考证。到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然后再次恢复了这个李大钊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旧址，啊，并且向这个北大的这些师生们那个开放，让他们能够参观。但是直到2002年，我们这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等于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层的旧址复原和展览才向公众完全开放。那我们到了2019年的时候，在国家文物局的这个领导下呢，我们把红楼的二层也开放了。02年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以后呢，这个北大红楼就成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的这个青年学生，还有一些社会团体都会去参观，然后举办一些入党入团的活动。我们也联合了各个媒体、学校什么的，就是定期，比如说每年的五四都会有一些活动。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北大红楼的一个更多的研究，然后更深的开放，然后对公众来说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个革命的这些人的历史的过程事迹。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它里面很多的场景说是都是从咱们北大红楼这边找到的灵感。是这样子的，他们从我们馆就是借了100多件复制品，然后借了100多张历史图片，然后呢，他们也在红楼拍了很多外景，因为红楼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建筑，就没法在里面拍内景。我是听说他们在那个影视基地复制了一个红楼的这么一个场景，也是十分不容易，因为他们的道具老师其实很认真的，他会从这个，比如说红楼的地板到红楼的这个暖气，他都会问到，就是非常的那个用心，我觉得，这就叫复原旧址，永存记忆啊。对。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这座红色建筑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北大拜见您。现在里面呢还在装修啊，基本上都快完工了。我们准备今年呢就投入使用。哎呀，气派呀！蔡公，这栋楼一使用，北大可就鸟枪换炮了。文凭阅览室。哟，哎呦，首长先生。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总长傅增湘，这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先生。哦，傅总长好。贾银的大家，李大钊。就问大名啊。您过奖了。听闻你到南方云游了几个月，收获如何？嗨，说来惭愧，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一趟忧国忧民的辛苦之旅，总算回来了。回来了就好，那个仲甫兄的《新青年》杂志啊，就可以正式挂牌了。哎，蔡先生，正好明天在仲甫兄家里头办《新青年》的编辑会，你也一块参加吧。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学校还有很多事儿，由你们几位去规划好。那新文化大旗啊，我想这次就可以打出去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张建峰老师来到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请他再次为我们唱一下现代京剧《李大钊》当中的经典片段？我们一起来致敬先烈。好，有请。Thank you.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我向往的中国，100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图强。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坚定的道路，这条路上的领航灯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又将如何开启？走进时代之声，走进下一个故事。
人人人代谢米尽，先后觉心灵。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是李叔同，作词是夏念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提到物举信仰的味道，今天我们请到了剧中的主演，一位青年演员，他叫李轩宇。欢迎轩宇。轩宇应该是90后吗？92年。92年哈，这么年轻，作为90后，就担任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艺术形象。以前有没有接触过？有啊，我初次接触这个现代戏呢是《红灯记》啊，物举的《红灯记》，饰演李玉和。嗯，那是我第一次。嗯，这次是第二次。嗯，作为剧中的主演，翻译《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陈望道先生哈，这样一个题材跟以往塑造的现在题材当中人物有什么不同吗？嗯，还是有挺大不同的。首先来说，陈望道先生这样一个角色，不近不远，因为咱们传统戏饰演的都是古代的，唐代啊、宋啊、清啊都可以，而陈望道先生呢，他也不是现代的，现代的我们如果去捕捉那么一个形象的话呢，可能又便利得多，所以他非近非远那么一个定位，那么一个角色的定位挺难的，其实就怎么去找到人物这个感觉，这是当时就是挺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挺大的一个问题。那最早的时候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形象交给你来饰演了呢？说起这个还挺有契机的，还也是一种缘分吧。首先来说呢，陈望道先生是我们浙江的义乌人，金华人，而我呢是金华的浦江人。金华跟浦江呢它本来就是邻着的。然后陈望道先生这个家乡叫分水塘，他这个分水塘有意思的就在这儿了。它这分水塘，所谓分水，它的这个塘的水一边流向义乌，一边就流向浦江。然后我还听说，陈先生的家里人说的，那个时候陈望道先生从上海拿到这个译本之后，回到义乌翻译，他是从上海坐火车到的杭州，而杭州呢到义乌没有火车，他得走水路，而水路呢，他下船就是在我们浦江的黄宅下的船。从黄宅到分水塘很近，然后再一个呢，年龄比较适合。我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就是陈望道先生这个年纪，院领导觉得挺吻合，也挺大胆，就挺信任我的，让我来尝试一下演这个角色。然后拿到本子的头一天，我就立马去了这个陈望道先生的这老家分水塘，他的故居，我去看看，包括他翻译时候的那柴房啊，怎么一个状态，去找找他这种感觉，然后问一些他村里的人，老人，有的老人看看是不是有过接触陈望道先生，从他们嘴里多多少少打听一点，来丰富，来充实自己。那这样子的一出戏当中，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桥段会是哪一段呢？医师风潮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看到一路上看到自己的亲人，还有周边的这些个老乡，被封建这个制度的压迫下，种种的不幸。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得抓紧做翻译工作，恰好呢邵力子先生，就是上海的邵力子先生跟戴季陶先生，他们选定他作为翻译者，把书送过来，他就马上就伏笔写。当然这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习总书记说的那个真理的味道是甜的，他因为太投入了，他母亲给他送来这个红糖跟粽子，我们那边喜欢这个甜着吃，蘸着这个红糖吃，吃了之后，然后那母亲就问他说，甜够甜吗？不够的话红糖我再给你去拿，甜甜，他说甜，结果母亲一看呢，
他其实那个红糖一点没动，他把那墨汁儿吃的满嘴都是。哎呀，你这孩子都磨着。他说这个墨汁书写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所以这墨汁和红糖一样也是甜的，这个非常非常打动人。再一个呢，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我们这虚构了，给他虚构了一个童养媳，剧中人物叫六妹。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这个先进分子，他都是反对包办婚姻的，这也是他们作为进步青年的一种表现。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是一直以兄妹看待，他不认为你就非得是伺候我，非得是我的媳妇儿，他不是，他反对。然后他在劝说这个六妹的同时，有一大段清版，这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群体场面来说，算是这个画面比较好看的，就是一时风潮。同志们，青年们，几位粉丝不仅受人一等，还有几层雨丝，青年已被不知所用啊！中国的土地国政府毫不过断送，中国的土地国政府毫不过断送，中国的胜利扩大路而不扩地道，中国的胜利扩大路而不扩地道。对不起，对不起，关大先生，肾脏和教育重伤都是来年名词，由我们敬言诚信，没有言辞不解牙。敬小子，肾脏所敬乃我国子女，敬则所说敬爱国子女，总脏最怕死不将倒闭，而我此时正鼓舞我下正气。不信你听，忧国忧民之身，不至于二战。护军是中国方向，神武是正确主张，大国是华夏榜样，大国是华夏榜样，怎么救中国？救中国为。小子，你怕了？你们怕了？孔武不怕，我们不怕。我看得出你心里的慌张，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军民的烈烈啊！村里远近的那么一个留学生，作为父母来说都盼着，哎呀，能做大官了。这一下所有的亲族啊乡绅呐、啊、都在村门口迎接他，全村的人都跪着相迎，这他心里就很不舒服，这就封建礼仪，封建礼教，他就反对这些，他气愤，他一甩这个长袍他走了，留了满身的尴尬给他父母，给所有的乡邻们赔不是。
然后回到家里之后，他父亲当然不高兴了，花那么多现大洋。这我也考察过历史，陈旺道的父亲他们开了个染坊，其实是可以算是中农吧，生活条件其实挺好的，有120亩地。他父亲为了供陈旺道先生去留学，去日本留学，卖掉80亩。这我想作为咱们现代的父母来说，这也是不容易，是可见那个时候这个对子女的这种栽培，这养育之恩。但大家这满怀希望的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回来，你这我们这个唱词里头叫破衣蓝大褂，他一身蓝大褂破的，还是还有皮鞋也是破的，跟要饭的似的回来，丢尽了脸面。回到家里之后，他父亲就沉着脸就问他，你都学了啥呀？他没话说，他也没话说，他母亲就帮着打圆场，你父亲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当了什么官了呀？是不是什么呀？他说兴学，哪有学当官的呢？他叫兴学嘛。他父亲就怒了，这一波及一波及的，这个县大洋送你去读书，你就学了个这个。在这个当中，他有一个闪回，所有的群众，所有的师生全冲上来，他站到爬到那个吃饭那桌子上，在当着学生的面演讲，传播先进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地方都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哈，现在回闪一下，就像是到了当时那个年代，感受到了陈望道先生当时对这种封建礼教做抗争啊。对抗争。同时呢，通过你的讲述呢，也感受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认真和投入。那其实刚才呢，我们听轩宇介绍了作为90后的年轻人怎么看待共产党宣言，怎么看待陈望道先生啊。其实还有很多像轩宇这样的90后的年轻人啊，也深受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陈望道先生的影响、感染和影响。就在上海复旦大学呢，还有一个叫共产党宣言的展览馆，有很多很多的90后年轻人，他们都在守护着我们的这个信仰。那今天咱们也跟他们进行一个连线，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你好。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部队指导教师周毅。我是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主力构讲解员邱维成。陈望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成为了我们复旦大学的老校长。为了纪念老校长和他与共产党宣言的这段历史，我们将老校长在学校里的旧居建设成为今天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你身后的这个建筑啊，便是宣言展示馆的门厅。新国志愿服务队由复旦大学的青年党员师生共同组成，成为了展示馆参观者义务讲解的一支重要团队。刚才我听微城介绍说，你就是星火志愿队的共产党宣言展览馆当中的讲解员，是不是？那今天你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两位一起来给我们做个讲解，让我们也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展览馆，好吗？好的，没有问题。请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跟随镜头，我们一起进入到主厅当中。主厅当中，我们首先就把视线啊汇聚到宣言的诞生。这里呢，课代表敲黑板画重点啊，1848年2月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四史中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也想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啊，当年陈望道先生翻译中文译本的时候是用哪一个版本进行翻译的呢？好，我们先把镜头转到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第一版，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叫它红本，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是这个马克思的一个红印的半身像。那么这个红本呢非常珍贵，现在全国一共有12本，我们上海呢是收录了5本，这个是上海图书馆版本的复制件。那这个版本是我们陈望道先生手译的，他的底稿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可以从这一列的这个展陈物品当中可以开始说起啊。其实当时啊，他这个主要的一个底稿来自于两条线，一条线呢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一本英译版的英文版的这个宣言。那么当时这个陈独秀和李大钊读过英文版的宣言以后，都觉得他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因此要尽快的把它翻译出来。那么这个版本呢，因为当时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所以这本英文版是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
这个当中借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同时当时上海的星期评论啊，主编戴季陶也在急切地寻求能够翻译宣言的人选。那么他手头有一本日文版的宣言，是幸泽秋水借立彦合译的版本。那么两者一拍即合，然后当时出现了第三位这个关键的人物是谁呢？是这个我们复旦的校友，同时也是当时民国日报副刊的主编，叫做邵力子。邵力子先生，邵力子先生呢，在当时的编审会上啊，就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为什么呢？因为陈望道先生在这个之前浙江大学当中专修英语，同时在日本留学多年，所以日语英语的功底都非常的这个深厚。同时呢，他在这个留日期间呢，接触了一大批日本的先进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和上照、山川君等等，阅读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著作，所以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三个，因为他本身是修辞学、国语的国学的大师，同时又是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军人物，所以在青年当中是一个白话文，这个倡导白话文的这个代表。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条件，使他成为了一个被历史选中的男人。我们可以进一步往后看，看到这座壁画。那么这座壁画呢，描绘的就是当时1920年4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家的柴屋当中翻译宣言的场景。恩格斯先生曾经说过，翻译宣言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陈望道先生也在自传当中说过啊，就是他翻译宣言要用了比平时多5倍的功夫。那么也当时是在1920年的4月份，这个早春时节，春寒料峭。那么陈望道先生翻译宣言是日以继夜，非常的辛苦，所以当时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状态，于是就给他端来了这个粽子和红糖水啊，所以就有了后面这个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那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跟老师们这个哈、简单的互动一下，请问宣言当时是1920年的4月末了，接下来下一步要干什么呢？那就是应该是印刷了。是，那说到印刷，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展厅。那么这个展厅是什么呢？是当时啊，我们宣言印刷的一个场景的复原。我们可以把镜头推到这里。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向陈望道约稿的《星期评论》迫于当局的压力停刊了。那么这个宣言怎么印刷出版呢？于是陈独秀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商量，于是就从建党经费当中拨出了一部分来去。复建了这样一个右新印刷所，那么取名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就是场景里面是这样一个活字印刷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采用的就是活字印刷术，大家如果仔细看我们第一个红本的封面的话，他把这个名字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那么当时就是因为印刷工人，就是因为当时印刷工人在活字印刷的时候，因为精神非常的紧张，所以就把这个封面排错了。那么当时这个红本我们首印了1000册，在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可见当时社会对于共产党宣言需求之迫切。那么在次月就是又重印了蓝本，那么在蓝本当中呢，就是修复了这样一个封面当中的错误。那么这个蓝本后来的销售情况也依旧是非常的火爆。据说后来又翻译了17稿，是吗？17版。是的，后面在1920年至1938年间啊，一共出版的17次，可见当时其实整个20年下来，人们和当时的社会对于这本理论著作的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啊，就是宣言为什么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人文社科理论著作呢？因为它是发行量最多，出版的版本数量也非常之多。我们可以看到宣言馆里面，我们墙上陈列着5种电子屏幕的这个不同的译本，包括德文本，包括英译本，包括幸泽秋水借立彦的这个合译的日文本，包括陈望道的版本，包括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央编译局的版本等等。我们再把镜头转过来，还可以看到其他这个版本墙当中不同的版本，我们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讲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是1971年的盲文版。我们再往下看，是两个口袋版、袖珍版。我们今天讲到口袋版、袖珍版，一般会想到什么呢？是英语46级的红宝书。为什么会用这种袖珍版本？是因为我们有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拿出来记、随时拿出来读的需求。所以可见当时的共产党宣言是如何深度地介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哎呦，这么多版本，有做过统计吗？有多少个呀？多少种啊？要有数千种。那么我们复旦大概收录了是320种左右。嗯，对，
太珍贵了，我都想迫不及待的到上海复旦大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馆去看一看。特别感谢微城，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听了当中的小故事，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于这个信仰，对于信念的这种不懈的追求。就在去年2020年，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给上海复旦大学有一封回信，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好，那我们这个主厅当中啊，其实展示的这样一个牌匾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全文。那么这个全文上面信仰之源也是我们一楼这个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一个主题词、核心词。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总书记在第一段当中就讲到，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这个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对于我们党建党，对于引领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领导人走上这条道路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它也是鼓励我们青年党员要在学思建悟当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这也是我们这支星火队的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在始终勉励自己接下来要去努力做到的。我就在想，如果像我参加您这样的就是志愿队的话，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这个我们要请我们朱烨老师来做接下来进一步的回答。好，也请朱老师。事实上啊，队员们在上岗之前都要进行一轮的自学阅读，由指导教师开具相应的书单，同学们啊完成打卡自学，通过学习沙龙汇报读好感。两轮领学呢，指的是至少要邀请一名学者、一名专家，分别针对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文本、主要领导解读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学习。三轮测试呢，则意味着队员们要通过笔试、口试、现场模拟测试三轮考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讲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故事，讲好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啊，要对每一位加入星火队的队员进行把关。哦，谢谢周老师的介绍。周老师，我想请教个问题，发展这么多年了，咱们的星火志愿队有多少人了？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队员人数啊，从最开始的30位增长到现在的64位。我们每个月啊，规范的开展组织生活啊，因为我们在这支队伍当中啊，还设立了功能党组织，开展读书汇报、实践总结、党史讲座、主题党日活动等等，共计20余次。特别是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啊，我们更加的啊，就多的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进行服务啊。总书记回信以来呢，一共有15000多人次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展馆，开展了500多场的讲解。自成立以来啊，我们共啊服务各界的参观者一共是65000人次。因此说啊，我们这个展馆是非常火爆、非常热门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嗯，太好了，特别感谢今天周老师还有刚才微城为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早期共产党员对于真理的这种不懈追求，同时也感受到了在新时代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于信念的这种坚贞啊！谢谢您，再次感谢周老师的连线，感谢微城，谢谢，你辛苦了，谢谢。邀请观众们到我们展馆来参观学习。好的，我们今天就做个约定，我首先第一个报名哈，下回你也从浙江来，我从北京去，咱们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去看一看这样子的展览馆，好不好？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好，谢谢，谢谢周老师的连线，谢谢。那作为年轻人代表，刚才咱们也一起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共产党宣言的展览馆去一探究竟了，再次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那今天在我们卷来的舞台，在我们时代之声的舞台上，是不是请我们的轩宇作为年轻演员再次为我们带来陈望道先生的艺术形象？好，来，我们掌声欢迎。父亲，爸爱哪则，这是种子，这是红党，站着党枪啊！莫抢，莫抢！
点了，脱点了。芳儿，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莫青，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母亲，怎么着？许仙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爹，爹，爹！亏你外能，小畜生，母亲我。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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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写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点的，所以这么着和红糖一样也是点的。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一群受到新文化思潮影响的有识之士，秉承着自己的信仰，搭载着这艘红船，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他们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角儿来了，时代之声系列还在路上，那我们下一段故事会从哪儿说起呢？又有什么样的时代人物在等着我们？那咱们下一段。